好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早哈。今天风和日丽，是投票的好天气啊。我鼓励呢，全国父老乡亲都能够踊跃投票，展现台湾民主的活力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哦，睡得很好，谢谢。应该是会开会了，一连串的会议要开。有带什么小物吗？倒没有，倒没有。好，谢谢大家了哈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谢谢。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哈，就是说今天风和日丽，是投票的好天气了，敬请国人都能够踊跃投票，展现台湾民主的活力，啊，对，让台湾继续往前走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投票的心情有没有不一样？每一次的投票都很珍惜。啊，因为这个是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，啊，我们都应该要珍惜民主，踊跃投票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